spiritual， 这是场面话吧？我是你卡的，我是 Okio。Hello, this is Echo. Welcome to my vampire's empire. This is Echo's amazing talk show.Today, 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able to invite the ideal type for a wife material. Please welcome Miss Zheng Jiachun. Hi, 大家好，我是嘉纯。You have established your own brand, pure and sexy. It's really amazing. 普及性教育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做深夜保健室还是创立纯色。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those health classes were always replaced by the boring math. Echo, 我可以方便问你几岁吗？ No, yeah. Anyway,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 many astonishing monuments before you turn 30 years old, and really, I admire both your effort. 这是场面话吧。No. 那如果你可以拿出证明，我就相信你。Evidence. Yes. 你那个是新的耶。Wait a minute. No, sorry, I got a text. Oh yeah, it's my girlfriend. And 看到了这里，各位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at， so that in the future we can talk together online. Okay. Okay. Actually, I have read something on your website. Let's read it together because you would want to promote such a nice product to the world. Yes. Okay. Let me try. Okay, please. What you need is not only sexual comfort, but also a spiritual support. Well, actually, very good. Only three words. Physical. 我刚刚是念成 psycho 吗？ Oh yes, psycho means insane. Yeah. We don't need more psychos in our lives. There are already too many. So we not only need physical comfort, but also how.Spiritual. Spiritual. Could you do it again? What you need is not only physical comfort, but also a spiritual support. Oh my god! 其实个人觉得，他声音真的很好听。听说你有一个隐藏的才艺，让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厉害。お前が一体どの才能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真的听得出来，你的日本語真的还蛮厉害的。那你是什么样的契机才让你开始觉得说，冲了，让日文开始进步？大概是在，2016的冬天，有那个 kimono， 我在被披上和服的那一瞬间，就突然感受到跟日本有很强的缘分。既然有缘，我还是把这个语言学好。你刚刚说套上和服的那一刹那，我大概就是在看莎士比亚的英文的时候，我念出来的时候，好像就在施魔法一样。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在讲什么了，只是念出来就很帅的那种感觉，才开始去把英文弄得很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其实都还蛮可以证明说动机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如果用男女关系做比喻，可能大家会比较好理解吧。啊，这跟男女关系有什么关系？就像是你对这个人有兴趣，你才会很勤劳的去追他啊。可是我小时候跟樱木花道一样，十连败、五十连败这样。毕竟不是单方面的，可能要双方面都喜欢的，就嘣嘣嘣。Anyway， 其实日本的文化跟英国的文化其实也是蛮多共通点的。你是说莎士比亚跟你日本视觉系风格的 mix 组合吗？
我就是完美的文化结合的代表。在日本，如果想要生存下来呢，一定要学会阅读空气，有时候也不能够说真话。像我们台湾人都是直接互相伤害的，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来示范一下什么叫做读空气。嘉纯 ，Amazing Talk 呢是一个很好进修英文的地方哟。行けたら行く。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不想要来的意思。那你什么时候要开始上英文课呢？また連絡する。我会再联络，实际上我不一定会联络。上英文课的话，嘉纯不知道会想要进修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検討します。但是我没有要想。真的是没有要想的意思。哼，还是我教 Echo 日文呢？ I will see what I can do。我一点都不想要买单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游戏的时间了。这次我们会让嘉纯先念一系列知名的漫画的句子，我得要猜出他们的英文的名称才算得分。好，先给你送分题。とても大好き。哆啦 A 梦。小时候我们都叫他小叮当。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对不起。俺は海賊王になる男だ。One Piece。Oh. It is the memory of our generation. Yes. えらい。あなたがいれば、私何でもできる。It must be Attack on Titan. ネスコは違うだ。ネスコは人を食わない。有听过ネスコ吗？我马上知道这是鬼滅の刃。但是啊，英文，英文，英文 ，Demon Slayer。恭喜答对，好厉害哦 ，Echo 老师，你已经连续答对三题了。够宅吧？我是你卡的，我是 OK 哦。现在可以体会我的学生在听我讲英文的时候的感觉，好像就一串音飘过去。I can't really understand it. What does it mean? 我要代替月亮，消除你们。哦、Sailor Moon。美少女战士，当年也是因为美少女战士的关系，才学会英文要怎么讲九大行星的。次お願いします。燃えろ、俺のコスモ。这是我第一部看的漫画，那是《圣斗士星矢》（Saint Seiya）。答对啦、恭喜恭喜！我十二星座就是看那部动画学到的。所以你的行星在美少女战士学。星座在圣斗士那边学，超级有用的，学校课本都不会教的。嗯，可是出国跟老外聊天的时候很有用哎。最後お願いします。这是什么诡异的笑容？マルコがいない人生なんで、富士山のない日本のようなものじゃん。Wait, マルコ丸子丸子マルコ，哎呀，这是樱桃小丸子吗？对，就是樱桃小丸子。可是我不知道樱桃小丸子的英文怎么讲。等一下，我会讲樱桃，会讲丸子。可是你知道吗？樱桃小丸子的。ちびまる子ちゃん。我们就没有分了，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ね。OK。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嘉纯今天百忙之中还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今天表现的还可以吗？ Oh, that's not bad at all. 真的超级厉害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讲讲。哦，嬉しい。ありがとうね。ありがとう。所以 Echo 的 style 到底是吸血鬼、日系摇滚歌手，又或是那个很有名的夜王罗兰？我知道了。你知道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你又知道了什么？我想起来是谁了。你在学鉴宝，对不对？I hear what you say.